Yo, what's up?欢迎回到 NH99，这礼拜要去 SGD4， 然后我们两台车都还没贴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为了这个展，其实筹备了很多事情，既不测成绩，也不比赛，然后很多东西都没弄，因为我们这一次除了测身贴，然后周边，还有一些厂商洽谈的事情，就一直跑来跑去，我们已经环台了，差不多，真的，我们只是没去东部而已，包含场地的布景配置哦，那个沟通，然后要弄那个图，然后要跟那个装潢公司要去对位置。然后价格什么的，对，干那个根本就忙不完。我们这次参加 SGD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可能会不周到的地方，大家不要太在意，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。对，对，阿君比较会不周到，我会尽力。啊，你哪好意思这样讲？妈，你这个胖子！啊，我们刚刚在吃晚餐的时候，玉谷在那边说：“哎，我最近是不是发福？”就我看影片啊，我觉得好像有胖，可是我去量体重，我只胖了一公斤，但感觉现在大概85。不要乱讲，干你啊！明明就78，我那天量79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在一步步迈进，你知道吗？快要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了。我不要不要，我看着你，他就是我最好的警告。喂，我最近真的比较瘦。好难接哦，接不了哎、欸，接不到梗哎、欸，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刚才对对对对对，好难接，好难接。你等会今天请 Autobike 的汉森来帮我们赶快赶工一下，因为距离展要进场大概只剩下算小时了，30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其实蛮紧张的。汉森那一边现在又超忙，他一堆东西要做，然后又要帮人家贴，又接了好几台，然后我们的东西也要贴啊，也要弄，然后要干嘛？我觉得他今天有来很了不起，因为他那个时间真的是挤出来，他等一下吃完宵夜回去要工作，对，看那个真的是要人命。那我们等会来看看，等汉森到了，然后我们来把车设计去奈奈的一些东西把它贴上去，没错，然后包含一些赞助我们照顾我们的厂商的 logo， 我们也都会上车，对，那都会看下去。我一直擦，你一直摸哦。呀！不是太那个了，我的后面太多那个线路了，不好爬到后面去。呀！这他妈要不是我的车，我才不会这么干。我头晕呢，等一下有什么办法？轮到你了，上工。速度比较好。那我在里面除胶，一直闻到那个味道，快有瘾了。哎，我按摩巴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帮我拉水管。你他妈的！你这样就不用那个了，你直接这里那个。车太脏了啦！啊，我才刚擦哦，三林老师哎、欸，哦哦，我现在想整管的哦。你以为那个小喷雾有用吗？好啦，哎、那个泡沫真的不要玩，道歉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道歉，对不起，说大哥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，真管了我。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吧？不需要这样子，擦干，擦干。经过一阵混乱，好混乱，终于贴完了，临时抱佛脚的彩贴。不过也还是蛮感谢车上这些厂商的支持，真的感谢，感谢。哎，没错。这部分我觉得是不是就变跟那个一样？这很辣，这不能剪了。刚刚联系到看你老师，哦，看老师要来台湾看这次的展。我们这里拍的片了，他有来留言，对，他说回台湾之后会想来看看我们的活动什么，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，这终于可以看到看你老师。反正这次就是已经贴的差不多了啦，现在就剩下没几个小时，但是又要上拖车，对，准备前往展场，对，然后明天又要拍阿巴的改装企划，就大概会在下一集吧。我们的片目前太多企划，
其实目前有点混乱，那我们当然每一个企划都努力在进行中，太密集了，车种又多，然后现在就是看我们的粉干阿全可不可以一周五更之类的，一周五更才有办法赶上我们目前拍摄企划的速度，希望那个浏览不要掉下来，我突然感觉到那个摄影机在抖了。剩下 SGT 我们在 B11 区啊，没错，到时候见，没有，你现在广告没用，这在 SGT 之后上。哦，好吧。那就 SGT 见咯，对， OK， 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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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旁边看到我的手势，直接乱停一通。其实干你啊！一八六七的也很惨。刚刚主办人员讲说他们这次花40万。你是说装潢吗？还是装潢还有场地？他跟我们是一样的。我们20几万，他们40几万。对啊，走，我们去领钱。这家伙多扯哎！他昨天来我们家来找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说我需要剃眉毛，不是剃眉毛啦，不是，干他妈还剃眉毛，就已经没有眉毛了。剃胡子，我就说你不要剃胡子啊，你剃胡子大家会找不到你。然后他就说我可能修一下吧。我就说就不是，你就修个型这样就好。结果他来的时候他胡子都没了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哎，干你娘，叫你不要剃胡子，你怎么剃啦？他说我跟你讲，我不小心剃他。我说你他妈还有没有更扯的理由？打火机烧到我都觉得比较合理的理由好不好？怎么可能呢？洗澡洗一洗，哎，胡子没了。不是，我是先剃胡子，然后因为我用那个剃妹妹毛的那只剃，先把它刮短，然后结果不小心剃一个太短了，然后一块有点缺。我来相信打相信，不信打不信。这个理由真的荒谬，而且要有胡子的地方比较白，因为胡子有遮阳的效果。不会啦，礼拜天应该就长回来了。放屁呀、啊，长到那个胸口这样。今天是 Stan Scratch 的试的第一天，今天是进。场日啊，刚刚都已经摆了差不多了，人家要开始辛苦的擦车。干，我们明明就有擦，然后是下雨。我们昨天真的是晕车下来，不幸的下大雨，沿路都下大雨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次我们真的花了不少心血在搞，应该是可以不错的现场的效果。如果有来现场的粉丝，我们背面那个布幕可以来签名。我就说这支影片会在 SGT 之后才上、哦啊。那会太晚讲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找他剪进去，帮我 focus 他的眉毛，他的眉毛也是假的。哪有假的？你假的、啊。我已经退的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合作，才有办法把贴纸贴好。看到灯照碳纤维就很明显，我也是碳的、啊，但脸很消啊！你看你现在看过去，这是消光灰啊，对，消光灰，灰尘的灰。我现在比你还干净。哎，你要不要把车移到旁边？干嘛移到你旁边？这样才有人看呢、啊。我要把99的号码抢走。没有啦，不是那个啦。好啦，流量分你一点的。你要干嘛？没有，这没好事的，你不要在那边闹啊！你要干嘛啦？不是，我刚原本是要叫阿全说，叫阿全叫你，哎、欸，胖子，可是他不太敢，因为他说你很凶，你都会打他，太扯啦，对不对？我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啊，你还要演？看你老实的，你他妈，我擦车了，擦车了，你到底在擦轮框还是用手指擦、啊？哎，这太假了。新闻采访，为什么你开这一台来？你知道手摇窗的速度有多快吗？快被夹到！你们展区呢？对，是126啊。没有，怎样？没有，这个就像去高雄人问说，哦，所以你住高雄哪里？他跟你讲了什么路，但你还是不知道。去了吗？对。我觉得人家问你说这一台也是要展的，是不是？多少有一点没礼貌。我转过去看人家尊重。按另一台嘞？应该还在路上吧？哦，对啊，好。好嘞，好嘞，我们的重头戏的货车来了，老板现在要过去开加仑阿巴，凌驾于亚洲的男人。对，哇，好帅哦！我的车都是他拖的。因为这个轮框可能也要卡。啊，太懂的阿巴也来了，骚啊，真逼骚啊！
亚洲最酷的男人要下车了，改车最便宜的男人。玉谷的 Draghi 8秒49，测出这个成绩的是曾岩老板，是真的很快，两把就出来了。我帮你提示啊，林北 Supra 不到1000匹，我现在有1000，啊，你可是你就刚过啊，那就是有啊。好，林北 Supra 刚好1000，1040，林北 Supra 1040匹，对对。尊重，这还是有点差异。提这种讲到尾数就有点丢脸，不能这样。要么就这就跟你身高他妈的无条件进位法一样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那我173.8，那我帮你提字，别白说了，1040匹，1100无条件进位法。四舍五入的话是算1000整。哦，好惨哦。OK， 今天是布展，明天才开始正式展览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展的哪一些车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拖车头，然后是创图创意他们去做设计彩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车主是水哥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如果有需要拖车类的，可以欢迎洽询水哥，没错，很优质。这次我们车辆运输也都是麻烦他的，因为汉森他就很会设计这一类型特殊涂装，包含这次会场的，譬如说你看阿皮，或者是我们的。之前那个 A90 经济大战出货 HKS 宽屏那台，对，都是他贴的。其实还有很多作品啊，但现在真的一时你要讲，我觉得有点多。再加上我们现在睡眠不足，其实脑袋运转的 CPU 运转速度严重下降，真的是很累，两天了。好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还有什么车。这是其中一台 Cayman GT4， 这个算是硬顶 GT4， 正 GT4 嘛？对，这个是正 GT4， 这个算是赛道的利器吧。它这台是 PDK 还是手排 ？PDK， PDK 很少，以 GT4 啊，那它就是在新增的一些定。工艺和碳纤维部件还有尾翼，对，其实看起来蛮漂亮，看起来比较凶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ARC 计程车，这一台也是做了不少改装。对，这台应该是台湾 GT 里面最快的一台。我记得它马力做到800-900轮马，因为它100-200也是4秒多啊。然后再来就是小胖的车，没错，辛普森被河马，河马辛普森，渡边直美的老公。什么？为什么又跟渡边直美？你知道渡边直美是谁吗？你回去 Google 一下。阿全帮我附图。OK， 然后，对啊，就那样，刚好破1000的 Supra， 哎，是有破1000啊，1000，对，我说刚好破1000啊，破1000多一点啊，1000多40匹，就四舍五入的话是1000，好的，就是刚好1000，没有了没有，因为这颗引擎毕竟不是最终版本嘛，对，不是最终版本，还有空间啊，反正我们就是这样玩嘛，没错，然后我们的，哦，这是我们的赞助朋友，好朋友们跟这一次的赞助厂商们，对，真的很感谢，很感谢你们，很感谢，很感谢，感谢各位，都被你传染了啦，感谢各位，很感谢这些朋友们的支持，要不然很累，对，感谢感谢。真的，其实你最近讲话怎么都会吃螺丝，累啊，是吗？可能胡子剃掉也有点关系。放屁呀，他妈这更扯。这也不是太重要啦，那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亚洲一哥嘛。对，如果你不认识我，你也不算真的有玩车。哎，这是我的全碳 GT 啊，大家一定知道，1490。哎，四舍五入的话是1500。没错，轮上轮上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只要讲都偷偷强硬业配。那个 JOT 都直接把那个这个轮胎牌就塞满我们的。放在这，我们这次等他商品卖掉，直接把钱干掉。哎，对，直接干掉，抢走，对，抢走。然后不给我们，就把钱撕破。哎，没错，不行，还回损国币，不行，不贪哦。这台的话就是完成70%-80%的 R8 Plus， 现在大概73%。因为其实这次来，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其实这种改双涡轮套件安装，其实当你有经验、有能力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快速的。对，当然你也要找，比如说像 JW 这类的有经验的店家，就是有改装经验店家，就是重改经验的店家。因为其实不是大家说我能装就能装，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要去做一些校正，它才办法装，需要经验去累积去安装，没有说直上或是干嘛，就是它不是说真的东西丢上去就好。没错，对啊，为了这次参展，我们想说来一点不一样的，直接后保这边要装的啦。没有，他自己原本也是打算说不要装，对，符合蔡董很狂的个性啊，骚啊，这个配色是蛮骚的。然后这次展览完就会再上去把它完成，继续后续的拉马力、路试等等。然后这一台是蒋溜溜的车，他姓蒋啊，我现在都叫他蒋溜溜了。哎，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本名，哎，我都叫他蒋溜溜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本名，没关系。大家可以叫他蒋溜溜，或者是溜溜蒋都可以。对对对对，他就是那个故意盖起来。那他这样盖着，然后人家问我说这什么车，我都说 Civic GT3。嗯，怎样？明天就知道了，带一点神秘感。就是拍过来踩。对了，大致上这样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明天展览见。明天展览见，谢谢大家。快点快点，好吃好吃。不要闹了不要闹不要闹，没空了没空了，超赶的，可是我一直玩，昨天没有带笔。
奖品颜色。阿全先不要拍了，赶快！结果阿全被叫去画，快点，然后我负责拍。刚刚我们拍到一半，阿俊就说：“快点，阿全你在干嘛？你快点来帮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加快一点！”这是资本主义，因为奴隶制度都要人民的法锤。我在这边再混一下，后面再忙。哎、欸，你很久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慢，快点，快点，预估。产品实验，抽检，抽检。我在抽检产品，看品质。你不要，你继续。我想论体重，我也是我是吧？不要，你太重了，我是那就不是商品问题。哎、欸，商品真的蛮用的。小鸡配木偶油，就这么想法。啊，我昨天有看到，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有密他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还好，我自己是没有很在意，因为群主也有传给我。破纪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要恭喜，而且我觉得是不错的啦，大家一直在进步啊。没有成绩就没有进步，就像我们这样子在破纪录，在顶尖的玩家都知道说这个超不容易。不管你小麦、陈文星这一类的人，大家都还蛮良性的，就是哎谁破都会去帮对方恭喜。我破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好事。阿星也有来恭喜我。对，我觉得不是说不恭喜。没有风度，而是我觉得这东西你要真心的觉得说，哦，这张破了也棒，破了，对，大家都是台湾，大陆那边说我们记录没有很好，台湾没有快车什么的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前面都是台湾的呢，大陆最惨，你看那个少杰，他记录还不到一周，屁股没坐热就被刷掉了，哎，八秒三呢，超狠的。现在你有舒服了，看到了没有？弟弟呀，走开走开！现在背面吧，背面吧，上面吗？太为难他了吧？这排队，你快点呐、啊！我字很丑，等一下，那好吧，好吧，排水，我字真的很丑。猪读的不多，干话就很会讲，最干的在这，谢谢喽，谢喽。我们这边排队排到别人的摊位去了，然后一直站在那里不动。哦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啊、哦！阿俊数学很好，数学小天王，心算，空波，不是确定，真的不是。阿俊很想找到吉娃娃、啊，我以为是吉娃娃本娃，我差点转过去敲他，但敲错了。天马姐，哦，这个字真的不如不签哦。我这个字很丑。各位各位各位。啊，换气吗？我需要。走啊，给你们治了一下了，我们先换气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边太吵了，然后他们负责人不见了，阿俊说要把车发动。我们今天超忙，人超多。对啊，只有 Super， 然后 GTS、GT4， 然后我的双涡轮 R8。我们要怎么讲啊？最佳拖鞋奖。哎，可以哦。我。是你。对啊。你怎么这么帅？等一下。很累啊，今天很累，就是有比赛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会打卡改成这样？因为我有钱。吃不好，不买腿哪的。哇！乱讲，好像干。哇！脚受伤，脚受伤。穿拖鞋上来领。脚破皮，脚破皮。害我！你是不是穿布鞋进来再穿拖鞋？对，我脚破皮没。阿古，对，你还是偶尔穿一下鞋子。拿了奖杯的感觉，本来也没想过得奖，自在参加啦。全场 GTR 应该没有比你帅的。全场总共也只有三台 GTR， 不止啦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姿态的。没有超过600匹，600匹的话，650匹就没有六百五十二。我来200匹。那给你，但不给吴老师。就这个鱼，他是我朋友，就 JKS， 在台中很有，超强。
就是你的 worries on me。 是有人有交代我说这个匾一定要先拿下来。哇，那我知道是谁了，是郑燕。对，一定是他叫我今天来，有没有我只要不跑，我就不会输。我看你说出来，我就不要出来了。我半夜看到那成绩，我想说，干杀小太快了吧？这我还可以再破，还可以再破，上升压，然后就直接就破了，这样。很简单的，第一次就8.43我那个时候破纪录也是，我好像只刷了两趟，第一趟就59，第二趟就51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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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、哦，蓝色，恭喜你真的转到滑板了。哎、欸，他是今天第一个转到大奖的、欸，这是证明我们没有做圈哦。好扯哦，被他屌翻哎、欸。今天第一块 ，RPG 卡泵，对，好，對证明一下，给镜头证明一下 ，RPG 卡泵，这个花纹还是这个花纹。我们今天第一块，对，超屌的。我以为今天送不掉了，对，没想到你拿走了，算你狠，今天赚的都没了，对，赚的都没了，哎、欸，很屌啊，他只赚100块，这就像买乐透，会中就会中，对，会中就会中，我现在就偏偏不放进去，我就是天选之人，保证你也是贴纸啊，中怎么办？我念屁股，你绝对是有贴纸的命，来，嗯，干呀，你不用咬的吧，操你妈的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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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笑，有人毁掉了，好笑，我没了，我今天没了，哦，我今天不行了，我让我坐一下，我这个老腰废了，我的屁股也不行了，一定要的啊，我废了你半边屁股，我让你每次大便都想起我，我早晚有一天一定会含扣你，含扣到爆的。今天礼拜六还蛮开心的，真的这么多，一开始十点进场，这可能是我近五年最累的一天，我觉得这个不会比比赛还要轻松，哎、欸，我们排队的队伍是夸张哎，他从这边排到后面的档位，对，再往后一个。还要再往后，今天拍的照片应该至少有300-400张，很开心啊！对啊，谢谢你们，开心，谢谢你们。对啊，明天我们还有一天要努力，对，我要成功的废掉了。你明天往后，觉得是不是要叫汤汤帮你推轮椅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说大话，没有，因为今天真的蛮累的。明天人会比较多吗？明天更多，真的，礼拜天都是更多人的。好，很棒。因为我觉得大家积极参与活动，我是真的很高兴，很开心啊。因为真的除了累之外，我觉得其实蛮快乐。而且这次 Dance Garage 他们的活动真的到第四届，我觉得越办越好。而且各个厂商啊，其实投入的心血也都越来越多。其实包含我们对面的方向盘、安全带的厂商，或者一些做底盘类的厂商，大家装潢都越来越夸张。太扯了！我跟你讲，放眼望过去都是几十万、几十万起跳。对，那装潢都是几十万起跳的，没有那边几万块可以解决。对，今天有获得一个称号，排队最长的。摊位，谢谢你们给我们长面子，而且让你们等这么久，谢谢谢谢。好啊，那我们等我回去洗洗睡了，还是要学日本那时候一样，先去记录我们吃晚餐，然后晚上又乌龙喝醉。啊、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好了，太累了啦，好，好啊，关灯喽。对，今天就先这样喽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。今天是第二天，睡过头了。太累了，然后来了之后就很赶啊，所以阿俊已经开始卖东西了，大家都是 no 的，但是明显比昨天结束的时候有精神很多。昨天结束的时候，你放眼望过去，不只有我们摊位了，所有摊位的人眼神里根本没有灵魂，那个太累了。因为昨天人真的超多，听说今天人会更多，现在人陆续进来，已经开始有人进来就直接过来排队。我们昨天有想到今天的人没有买到椅子跟衣服，就留了最后各50套给他们啊，有人用跑的过来，好嘞，那我先忙，我帮他聚一下。练脚了，没有，我昨天以为大家会拍半身。他说大家不想武德，都直接把他的脚都拍进去，然后他每张都被发现都垫脚。我也他们拍半身，哎、欸，但我不矮，我真的不矮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就是你也才高我0.9，有时候那就是那0.2公分的差异。你说我不想跟他去拍，不想跟他去拍。你又比别人矮一截了。你带着行李箱，你是从哪里来？台北啊，我开始啊。真假哇？要是我从台南来，我一次就买10套。不要听他的。Blackpink 什么都不买，他说我要留钱来看车。哇，怎么样啦？我现在就呛呛 Blackpink 啊。
刷表框吃的。真假表框？真假的啦。我都在看你们频道，真好看。真的，谢谢。真好看。一旁可以跟你们一起唱。当然啦，当然，当然。我想南港现在偷送保险套给我们。他单身啦，单身我也不去。啊，那边有一个穿那个黄色背心的，那个警察的衣服看得我很紧张。警察，警察。跟昨天比，我觉得今天大概知道会多累，所以感觉没那么那个。啊，他好尴尬、啊！你是输了，你明明不是要说改装，就是这样借钱有点上火。好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帅帅帅帅帅帅帅！不枉费汉森爬上爬下的。Over 群主编的特别奖，这是我们的卡梦 GTR。耶！耶！Yo, what's up?我平常都有在 follow 你们，没有，我也有 follow 你们。那个 Anarchy99 对不对？超作弊的。为什么我会 follow 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无聊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在那边导览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影片，就看到一堆人在搬道路飙车，我就觉得超靠杯的，我超喜欢，因为第一在。如果说做这一次这样子的飙车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这样子的比赛，对，我们是不敢PO在上面的。但是你们是完全 don't give a fuck， 不真的有运出国、啊？哦，是吗？对，哦，那你还骗我们这？对，太有运出国了。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们这边厉害的这些野兽吗？这台是我自己的啦。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啦，太帅太帅！听说匹数非常的夸张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台现在是做到轮马1500匹，扭力160公斤。哇塞，就等于他现在竞速大概在1700多、1800匹。你那些数据我不在乎了、我最在乎的是我有荣幸做到吗？有，一定有。我过一阵子车子送回去，把它整个整理完之后，我暑假的时候会再回来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要去体验一下你们的文化，一定。那我也可以赞助一下你们的那个奖金。没问题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玩一下。到时候让你做，保证恐怖，保证恐怖，就是比你想的恐怖再更恐怖。但是我是有家室的人，所以我还是希望安全一点。欸、所以你这台车子除了在引擎上面有动到以外，你整台车都轻量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全部都换卡梦，然后内装也全部拆空，我后面有做赛用油箱那些。这是我比赛用的那个油箱，对，所以在里面的油要混的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全赛油，然后里面有用那个无刷的方壶，对，它可以抽油更快，而且更不会过热。哇靠！然后旁边可以加冰块，然后去比赛。超狠，这个超狠，基本上你车子里面一些阿萨布鲁不需要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没有在里面，对，都拿掉了。对，我是赛车，我不是。这个在台湾看到超级扯，对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跳伞啊，减速伞，这是真的有作用吗？真的，因为我车太快了，因为这个套子应该要放一些那个裸女啊，有没有？就会更帅一点。主告喊没的这个，而且我记得你们的那个频道里面其实还有一台 Supra 在那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，那也是有装这个东西。它也有装，干，我告诉你，车太快了，一定要安全。非常酷，非常酷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基本上呢，也有在我们的频道介绍他们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。去看你老师，感谢感谢，哇，加油！希望你们继续维持这样子的文化。OK， 好不好？一定一定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换他上我节目。顺便呢，问一下这一台，因为除了你的 GTR。我常常在你们的频道也有看到这台 Supra，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车主大概介绍一下？这台目前就是我其中一台用零四的方式去打造的赛车。哇，引擎有点不够啦，马力有点小。他又多买一颗引擎，对，我还有真的 DLC 的，就为了要 up 你的那个 game 这样子。对，哇靠！哎，你现在为什么车子是发动的状态？等会要去比音爆大赛，所以哇 ，OK， 所以先热车一下。超酷的，超酷的，我们等一下呢也可以体验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你那个音爆比赛是直接在场内比吗？对，场内比。哇靠！所以我们台湾现在这种车展的文化跟美国也蛮接近的哦。对。你知道我们美国西雅图之前有参加过一个车展啊，但我们是场内不允吹的。而且路
场的时候，你的那个油存量啊，要是五分之一最低了，要不然你是不宜入场。超夸张，对，其实我觉得现在呢，我们台湾的这种玩车的文化是非常先进的，在道路上很不友善啊。对，但是说在这我们车具是还蛮酷。那我们再好好期待一下你们这个声音，怎么好像变成我在主持？没有，老师太会讲话了。没有没有，好好，那我们来期待一下，来。好好好。我以前就是玩球鞋的时候，我就有这种玩球鞋很厉害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球鞋像艺术品一样，有的人觉得鞋可以穿就好，但有的人觉得车可以开就好。那你买到好鞋的时候，它就只是用来欣赏，鞋子很贵。我们刚刚牙起来在那边吹，大会他们那边直接被我们这边吵到那个没有办法测那个音量。对啊，等一下就过去了，等一下就音爆大赛，等一下看。对，现在人超多。124，超大声。可是他那个侧的位置其实对我们没有比较有利啊，因为他放比较低。对，他放比较低。如果他有本事直接跟着我烧了他，没有在那边应该更大声，因为他声音是往上，跟他在下面。对，但我觉得不错啊，蛮猛的，看超多人。谢谢让我这机会啊，让我去炸烂他们，要不然其实是你要去。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你的比我大声，那我们两个一起去的话没有机会，你我不如让你继续。我是马力机房，你要阿全知道。那我们就再把握剩下的时间和粉丝们一起继续互动聊天，拍拍照，然后卖卖商品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妈的，他是吉娃娃的始祖，网路喷子，吉娃娃本蛙，真的很鸡掰。所以他穿吉娃娃，还摆了各种 pose 的吉娃娃脸给你看。那个帮我拿枪，我放在后面，你去帮我拿枪。对，你帮我拿枪。你打电话回家，你看有什么要讲的？对。台中乌日今天上传出了枪击案。没有啦，虽然太鸡掰，可是他每次首播都会到，这一点倒是真的很开心哦，对，对吧？其实他真的超忠实粉丝的，从他开始的吧，吉娃娃开始啊，大军从一只吉娃娃瞬间变六只、七只，对，什么超级强啊、阿力阿扎都出现了。我出会场之后再给他处理掉。没有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帅的涡轮套件哦。